等了好久的手机游戏《马娘漂亮赛马》事前登录已经突破1000天，正当大家以为今年依然会无声无息的时候，惊喜公布了新消息啦！《马娘漂亮赛马》的玩法主要分为养成、竞赛以及演唱会三种系统，玩家培养旗下的马娘为他们规划完善的训练课程，日积月累的练习都是为了在竞赛中取得胜利。游戏中竞赛的表现方式仿照真实的赛马比赛，以运镜和播报员实况解说来呈现竞赛时的紧张感。竞赛结束后会进入到演唱会的环节，以名列前茅的马娘为中心，在舞台上载歌载舞。而这么令人期待的马娘漂亮赛马终于公布，推出日期是2021年的2月24日。相信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跟马娘们见面喽！